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贤首品》第十二。我们接着看开章三首偈，清凉大师一段很长的开始，最后一个问答。从最后一个问答呢，我们从这念好了啊，从最后一个问答念，这是一个段落。问下云：无量意界勤修学，得是无上菩提智。这个是经文。底下是议论，说四则非一生也啊。那么从这首偈呢，我们晓得这绝对不是一生，也非十千一为无量啊。啊，也十千是一个定数啊，不能称之为无量。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前面呢我们也曾经学过了。那么清凉大师给我们的解答啊，他说通思难者应有二义。一，此曰行不辗转意啊，这个意思前面说过。我们今天呢从底下第二义讲起。二，曰圆融湛粗无碍故，如上所辩呢？那华严呢，是圆融无碍的法界啊。这个次第行部是讲次第，次第辗转呢，我们容易懂。这个可以说是我们世间法的常识。可是讲到圆融，展粗，展是延伸，粗是浓缩，无碍是没有障碍，这不是我们境界啊。譬如说一刹那展开呢，就是无量劫，无量劫了浓缩啊，就是一刹那。这个我们听不懂啊，不是我们的境界啊。这是华严境界啊，也就是说华严会上佛菩萨的境界，这个境界完全是心性，没有识别啊。华严讲我们这个大世界设法界一真庄严呢，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心现识变的啊，那么就会有这些现象啊。那在一真法界里面呢，这就是十法界之外呀，一真法界只有心现，没有识变。所以那个境界对我们来讲就是不思议的境界
不可思议啊！这不可思议，它没有对立，这没有相对的，它长短不二，大小不二啊，远近不二，这我们无法想象啊，我们用比喻都比不出来啊，都没有办法了，比喻得到啊。这个诗我们读了这些大乘经教，逐渐逐渐呢才知道啊，这个境界就是大乘教上常讲的入不二法门。啊，怎样能入呢？普贤菩萨能入。所以华严经最后一品就是入法界。啊，那个法界是一真法界，不是实法界。啊，入一真法界。你看品题，在四十卷的品题就非常清楚，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啊，不思议解脱境界是所入，普贤是能入，能所不二啊，这就不思议了。我们这个世间法里头，设法界里头确实有能有所，能所相对也。啊，但是在一真法界里头没有相对的。啊，相对就没有平等。啊，没有平等就没有清净。啊，所以这清净平等呢，只有在一真法界才有。啊，这个道理，我们现在逐渐逐渐的，清楚了，也明白了。啊，那么前面有讲，后头还有说，啊，所以这个是，斩除无碍啊。下面呢，举例子。故善财见仙人之手啊，下面这是在入法界品里面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参访善知识啊，这个善知识现的是仙人身啊，就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现什么身啊，所以在一真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圆教初住就是啊，他有没有身相呢？没有，没有一定的身相，他的身相啊是随众生心因所致量啊，完全随顺发心，设法界里面不行啊，设法界里面呢所现的身呢是随顺自己的业系烦恼啊，或者随顺自己的愿力啊，它不是自然的啊，它不是称性的啊，所以称性没有身相，没有身相才能现无量无边的身相啊，可以在同时，可以在同处现无量相，这个很不可思议啊，同时同在一个时段，在这个时间里面，同处同在现前啊，这个有例子，有例可以让我们
去观察，不能够思维。譬如普陀山的梵音洞，我们知道有很多同学去过啊，听说那个梵音洞里面你会看到啊，观音菩萨在显身，就是现象给你看。好像是在82年，刚好我在香港讲经，摄义法师他有几个同参道友去朝普陀他说有当地有一些干部陪同他去梵音洞去拜观世音菩萨三个出家人拜了半个小时，真的观音菩萨现身了，三个人都看见了。你们想想看，这同时同处，同时同处，三个人看观音菩萨，大家都非常欢喜这一次没有白来。因为有一些人呢，虽然去拜的时候有很多看不到的看到的也不少。那么他三个人离开之后，每个人就说了，你看观世音菩萨现在什么样的像。深夜法师所看到的观音菩萨戴毗卢帽就像地藏王菩萨戴这个帽子一样，全身是金色的金色身，这神一法师看到的。另外一个法师看到的是，就像我们一般看平常最常见的白衣观音这第二位法师他看到的。第三个法师说的是，他看到是一个出家比丘像是个出家和尚。你看看，同时看到三个人看的不一样这就是告诉你，同时同处菩萨是一个像，每一个人看的不一样真正是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绝对不是菩萨有意对你现这个相，对他现那个相，不是的，菩萨没有心。那相是怎么现的呢？相是感应，众生有感呢，菩萨有应那我们他们三位的时候心不一样那就是感不一样所以从菩萨现象着非常明显，这三个人呢修行这个意念呢不相同所以见到菩萨像不一样这个就是圆融无碍楞严经上佛告诉我们，无论是见佛菩萨像或者是见魔像都不要去执着，就是好境界。
如果一执着呢，就通通变成魔境界了。对这个开始比什么都重要啊！为什么呢？你要记住总的一个原则，般若经上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你应当放下分别执着，这就对了。啊，这个对你有好处的。啊，在这个地方是帮助你提升。啊，帮助你看破，帮助你放下。如果你一直起了执着了，哎呀，我见到菩萨了，菩萨为我现身了，大概我的功夫不错了，这就错了。你就又堕落在分别执着烦恼习气里面去了。啊，所以一定要晓得法性没有相。啊，法性可以随缘现象。啊，所现的相是幻象。啊，佛法里称之为妙有。妙有非有啊，真空不空啊，你要懂这个道理，要进入这个境界是好境界啊。那么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善财童子见仙人之手啊，这是我们现在一般理解也是如此啊。啊，见面的时候握手。握手的时间不长啊，你看看这里所写的，夜夜佛所啊，经无量劫啊，这就是很短的时间，他能把它一展开变成无量劫。同样这个道理，无量劫可以浓缩为一刹那，这时间不是真的啊！现代科学家才发现啊。那么他们的发现，我想应当是从数学里面发现的，这数学为科学之母啊！啊，数学里面发现的啊，而实际上呢，实际上还没有方法突破啊。他们现在知道时间跟空间不是真的啊，这个发现是很了不起的发现啊。而世尊在教学的时候，三千年前就曾经讲过啊，时间空间不是真的《法相经论》里面把时间空间排列在不相应刑法里面啊。你看《法相》中入门的一部论，百法明门论，这是法相中入门必须要学的啊。天亲菩萨讲瑜伽四谛论，660法，把它再归纳成百法啊。所以百法展开就是瑜伽的660法。瑜伽四谛论是弥勒菩萨著作的啊。弥勒菩萨是将世出世间一切法归纳成660法，那你就晓得660法就是世出世间一切法啊。天亲菩萨把它归纳成100法，
那一百法展开来，也就是世出世间的一切法啊。那么时间跟空间，百法里的名词叫时分、方分啊，方分是空间啊，我们讲四方、四维、上下啊，这是讲的空间啊，都是排列在不相应行法里头啊。什么叫不相应行法呢？它不是心法，跟心法不相应，跟心所发也不相应，跟色法也不相应啊。那心法跟心所发，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精神。色法呢，现在我们讲的物质。所以这个不相应行法，它不是精神，它也不是物质啊。可是宇宙之间有这个东西，不能说它没有啊。现在的新名词叫抽象的概念啊，所以时间跟空间是属于抽象概念啊，并不是真有这个东西啊。现在科学知道了啊，但是不知道怎么能突破。如果能突破空间维持呢，它距离就没有了啊，远近没有了。如果突破时间的这个时间时分呢，先后就没有了啊。那就是此地所讲的念皆圆融啊，空间突破了，远近不二啊。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个地方多远呢？十万亿佛国土在哪里？就在眼前啊，远近没有了。这是给我们提到圆融。下面再做的一个结论，故修短难思特有于此啊。修是长，长时间；短是短时间啊，时间的长短不可思议。啊，长短确实在一个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的人来说，时间没有了啊，时间空间对他都没有意义了。故行首菩萨云这也是引下面的这个记诵，信大乘者又为义，能信此法倍更难啊！啊，实在讲，信大乘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桩事情了，啊，还不算是难，啊，能信此法。比信大乘呢要加倍的难呢啊。为什么？不思议解脱境界啊，此法就是华严境界，就是四无碍法界啊，理没有障碍，四没有障碍，理四无碍，四事无碍，这是真正的解脱啊！啊，我们今天离四
有爱，事事有爱，障碍重重啊！这个重重障碍从哪来的？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出来的啊！换一句话说，全不是真的，都是假的。我们再看下面第二段，第二，菩萨发意下，这个下是以下啊，菩萨发意以下，总共有346，还加半数啊，偈颂说这是贤首菩萨提出报告了啊，他们的修学心得报告，证明发心修行甚德啊，给大家正式说明。初发心的修行无比殊胜的功德啊，这么长的经，这个文呢 啊有346首半呢 啊这文很长，所以文分为五啊，这很重要了，这么长的文分为五大段啊，分为五大段啊，初五诵啊，第一段呢就是有五首偈，说明发心形象啊，心是修行，发心人呢修行的样子。那么我们在这里啊，要好好的，体会、学习，我们像不像？啊，初发心啊，看我们像不像啊？啊，这个有五首偈颂。那么第二段呢？性为道源，功德母，这是这首偈以下。有一共有七颂啊，有七首颂，略施甚能啊，能是能力，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也习惯称为能量，能讲得通啊，能是能力也是能量啊，殊胜的能量，这个能量从哪来？从发心来的啊，所以发心呢能产生能量啊，让我们有能力完成啊，完成所学习的功课。第三段呢，这就比较长了啊，若常信奉下，这个以下一共有49首颂啊，就他的文长49首颂，讲所居行为啊，他所具备的修行的位次第四啊，第四个大段，或有岔途以下呢，无方大用啊，啊，这个是很长很长的经文，总共有
206偈颂啊，206首。你看贤首菩萨的报告啊，总共啊是346首。那么第四段里面就206首，你就晓得这个是整个报告里面的中心啊，主要的无方大勇啊。啊，那么最后第五段，一切如来下玉矿玄之啊，是用比喻啊来比喻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那么这一共有79首颂啊，这是将全品的记诵啊。首先呢做一个体系的报告啊，它能够分为这个五大段。那现在我们看第一段啊，第一段有50记诵法心心相啊，我们要特别留意。然此五段啊，这个五段就是这个50颂啊，前面的50颂啊，初一第一首显正法心，后面40首呢是法心之德啊。那么这个当中第3首啊也有讲到修行啊，此即后二即修行之德啊，后二是第4、第5啊，都讲的是这个修行啊，这个修行之德。我们看第一首记诵啊，这经文菩萨发意求菩提，非是无因无有缘，于佛法身生净心，一世而生广大心。清凉大师在这首偈有很详细的解释啊，就是素抄。首先把段落点清楚，这一共是50偈，这是第一首，第一首是总标啊，后面的40首呢是别写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啊，也就是说这一首是总数，后面40首啊是详细的数啊。这说什么呢？一定要晓得说法心的形象啊，法心的样子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要很认真努力的学习啊，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发心了。注解里面说，于切菩萨地，于切是于切斯地论啊，菩萨地里面有说
发心呢有五种相，啊，这叫初发菩提心，初发心，也就是说明这个第一句，啊，菩萨发意求菩提，这个菩提是无上菩提。因为寄宗他一句只有七个字，受这个限制啊，所以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就要知道啊，只要是发这个心，这个人就是菩萨啊。他发心求成佛，无上菩提是做佛，你想想看，这个心一发的时候，当然功德不可思议啊，绝对不是普通人能有这么大的志向啊！世间人所讲的立大志啊。啊，这个志向在世出世间呢是第一了，没有第二的。啊，于且《四谛论》里面讲呢，这个里头有五种相，这个五种相呢，遍布在这五首偈子里面。啊，在五首偈里头。经文呢，无忌举之啊，我们把它念一念。第一个是自信，第二个是形象，第三是所缘，第四是功德，第五最深。啊，这个心一发了，这五种相统统具足了。所以自自然然感得。诸佛护念呢，龙天善神拥护啊！你不是普通人呐，啊，你是准备做佛。虽然现在不是佛，你的方向目标是佛。啊，就好比现在我们民主啊社会里面选总统。这个人要发个心呢，他要去做总统，啊，为全民服务。啊，虽然他现在没有做总统，他是候选人，啊，候选人就得到国家治安单位的保护。啊，就好比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心一发，只要这个心不退转，心真正发了不退转，哎，十方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啊，自自然然呢与佛菩萨感应道交啊，啊，同一个心，同一个愿。经文无忌俱之，啊，这就说明贤首菩萨这个报告头一个大段，啊，一共五首偈，五首偈里面将这五桩事情呢，就是五种相呢，统统具足。啊，法一就是正愿呐，为发心。自信，自信也。啊，菩萨发意，这个发意发心，是从真心里面发的，不是妄心啊。那我们要问了，
初信位的菩萨发心，他还是用的意识心的，不是用真心的。换一句话说，初信位的菩萨妄想没断，分别也没断，执着确实放下一半了。这个很难得啊！我们今天麻烦在哪里？我们虽然也发现我们的执着没断，所以这个发心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初信位的菩萨，他们发心，见思烦恼啊，这是讲执着，执着是见思烦恼啊，见惑断了，思惑没断。啊，什么叫见惑？什么叫思惑？啊，这个都要知道啊！啊，见惑是见解，错误的见解，或是迷惑啊！啊，就是错误的见解。思惑是思想上的迷惑。大乘教里面，佛常讲六道凡夫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有88品见惑，有81品思惑。投诉这么多，可是把它归纳起来讲呢，有五大类啊，思惑有五大类，见惑也有五大类啊。思惑投一个身见啊，我们都执着这个身生活。你要晓得初信位的菩萨知道身不是我啊，这身见破了，啊，什么是我呢？你看现在一般人说，灵魂是我，身见也没破，没破。灵魂也不是我，哎呦，这个难了。啊，什么是我呢？灵性是我，不是灵魂，是灵性。所以这个一定啊，要契入大乘教义啊。禅宗常讲啊，明心见性，那个性是我。啊，性不是灵魂。啊，前面跟诸位说，灵魂是阿赖耶识。啊，他在迷位，他没有觉。啊，性在觉位，不是迷位。啊，阿赖耶识如果大彻大悟了，那就是自性。啊，就是佛心，就是法心，啊，那就对了。什么时候见性？圆教初住菩萨，法心住啊，啊，所以下面讲那个，这个底下17品讲到这个
初发行功德品，那是初住菩萨啊，那个功德是真实啊。啊，十地菩萨了啊，这个十信位的菩萨了，虽然比不上初住菩萨那么样的真实，但是非常接近啊，所以这个发心的形象啊，啊，这个自信形象所缘功德最深呢，哎，他也去做啊，非常的稀有难得啊，你只能从真心，换一句话说，人要执着这个身生活、灵魂生活啊，思想念头生活，全是假的。啊，这是凡夫啊，这是轮回心啊，轮回心所造的一切通叫轮回业啊，学佛所造的也是轮回业啊，这个经教里佛常讲啊，境随心转，你的心如果是佛心，起心动念，一切造作，无疑不是佛心啊！佛心，佛心呐、啊！佛得了啊！我们今天是凡夫，轮回心啊！你说这个东西多麻烦啊！所以你明白之后啊，要紧的是放下，放下是你自己的事情。真的，什么人都帮不上忙啊！生生世世在这个世间干什么呢？不是叫修行吗？修什么呢？就是学放下啊！什么都要放下，头一个把身心放下啊！你看看身体物质啊，心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灵魂啊，这个哲学家讲的是我思故我在啊，他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他执着说我能够思维想象那个是我，思维想象是第六意识啊，能够执着的是第七识啊，这不是我 啊！所以身心世界是依报啊，通通要放下。你看这个多难啊！通通放下了、与自性相应，不是完全相应啊，就是我们自性上面盖覆的三重障碍，妄想是最里面的一重，分别是当中的一重，执着是最外面的一重。那么这个初发心的人呢，就实心位、初心位的菩萨呢，外面这一重这个执着他放下了一半，并没有完全放下，所以他还出不了六道啊，如果那一半也放下了，他就出六道了，他就不在六道里头了啊。那在我们这个经里面的位置，他就到第七性位了。你再晓得初性发心，发心的条件是要破见惑，那个发心才不会退。我们现在发心遇到一点困难挫折马上就退心了啊，什么原因呢？我们过分执着自己的身心，过分的执着啊，所以这个东西造成障碍 啊，常常发心是常常退心啊，所以那个心呢永远发不出来，道理在此地
那么由此可知，放下多么重要。那这个身心放下了，这身见破了。在第二个第二一类的边界啊，边界是什么？就是相对啊。这是我常常在讲习当中劝勉同学，我们一定啊要从自己内心深处放下对一切人的对立，对一切事的对立，对一切万物的对立。这个放下了，就边界破掉了啊。我们自己什么感受呢？身心和谐，没有一法是对立的。放下对立了，你就靠近圆融了。这是第二个。说起来是很难做，可是你非做不可。你要是不肯做，三途六道永远离不开。三途六道的真正的因就在这里啊。那么第三个，戒取戒；第四个，见取见。这两种啊，我们中国人叫它做沉见啊。你看我们常讲，哎呀，某人沉见太深啊，就是他坚固的支柱。那佛法为什么把它分成两类呢？这里有因有果。见取见是对于果上的成见，戒取见呢是对于因上的成见。所以成见里头分因果两面。这个要放弃，不能有成见啊。人有成见就不会随缘啊，念念希望什么呢？别人随顺我，我不能随顺别人啊。可是佛菩萨不一样，佛菩萨你看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佛菩萨阿罗汉没有成见啊。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了华严会上初信位的菩萨，他成见没有了啊，所以他才真正的有能力学习随缘啊，恒顺众生呢，随喜功德。什么事情呢都要不要自己不要有成见。那也许有人说，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这世界动乱了，善少恶多啊，那些恶人叫我们干，我们都能随顺他吗？随顺要高度的智慧啊。那你没有智慧是感情用事啊。佛门常说啊，佛教是什么？古来祖师大德用一句话就解释说明白了。你要问佛教是什么？佛教是慈悲为本，方便为本。
方便，方式方法，便是便宜啊，便宜，换一句话说就是最恰当的方法。最恰当是自利利他了自利没有妨害他，随顺他不妨碍自己，这是智慧啊。高等的智慧所以才说出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那么有智慧的话，你那就是一般人讲了，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堕落了所以总的一句话来说，佛法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这个机会智慧呀就是看破你能看得破，你才能放下放下帮助看破，看破帮助放下，这形象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一分钟。